一段 rap 什么吗？啊啊，野生麦田，也是说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，确实是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。我们两个直播唱唱就算了，这么多人，唱吗？什么词儿啊？嗯，来个词儿，怕唱的不好。好像有词儿也能唱好一样。哎，同事们真的在准备词儿了，来，直接拿过来吧，谢谢谢谢。你去拿一下。真实有趣的直播分享跟现场活动就是这样，来。我一唱就掉没了就。来啊，第一眼直觉。空气也微甜，呼吸加快定格瞬间，想靠近一点，告诉你从前，书写我们浪漫世界，你眼中的星星降落，下一秒就照亮了我。老师，你的背景音乐真的是把我们两个带的快跑到天边。我俩清唱一下啊。老师的老师有他的执着，来，他想带带我俩，听着啊 ，OK。那你眼中的星星降落，下一秒就照亮了我，故意出现在你左右，想你会看到我，想你会看到我，想你会看到我，这才是原调吧？是不是？后面还唱告白的画面，幻想一千遍，心跳怎么跳动，捉不到时间，甜蜜一眨眼，你就在我眼前。好了好了。